众都在盼望的歌仔戏。歌仔戏班的成员今天要演出的歌仔戏叫做《凤念梦下集》，同时要谢谢河洛歌仔戏团授权他们演出，为大家带来这个精彩斗志而且非常感人的好戏《凤念梦》。先让我提一下前情：御史之子沈少卿与五品郎中李月顺的女儿李月娥不永婚约，不料朝中生变，沈家下女治罪，元顺唯恐抓到朱颖，他就逼这个少卿解除婚约。突然的逃亡的这个少卿啊，幸而得到林家女，他的名字也叫李月娥，相助收留，两人日久生情，定下了婚约。这一期呢，他们将演出沈少卿刀中状元，请阵于余家女李月娥成婚。不料这个李元顺嘛，一口他就咬定双方并未解除婚约，双方在争执不下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李月娥的这个双刀案啊，如何会来审理？请大家用掌声欢迎他们。Oh,
先从造水里管路，为是理解你的爱你，那你都得爱你啊。我救不了大家。
Thank you.
法规定，有客人只知影用风俗去拍马屁，看伊一个合情合理解待欢愉，即处圣上就看甲我天无来心里，不过心中不注意，先来一个下山急身，再来一个追求正气，唔惊啥人。
员方面，哪来客户，哪来宏观下机？Stop it!
代。这张退婚书可是你写？是，写是。
终于带着这位朋友登场。所有的